应该他知道，没错，我找到我的嘴巴。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哈根达斯，可是我觉得蛮香的。完蛋，香料吧。不能得罪，因为我爱的是哈根达斯。大家好，我是什么？我是小吴。对哦，我是圆。我们今天要干嘛嘞？吃东西。要吃东西。对呀、啊，我每次都有吃菜。为什么每集都出现啊？因为很饿啊。很久很久没拍了，盲测。我第一次盲测。我觉得应该很好玩。跟工作人员丢出一个很难的评比要给我们，要来试吃抹茶冰淇淋。吃不出来，我觉得。里面呢会有一个是哈根达斯，我的嘴巴是很挑的。Really？ 大家都叫我贵族嘴。最贵的哈根达斯，我觉得吃得出来，我们的眼罩不够，只有这一个眼罩，这个最黑。挖进来够了。哈根达斯不一定是最好吃的，对啊，每个人口味不一样。挑出哈根达斯的抹茶口味冰淇淋，另外一个就是说推荐出我们觉得最好吃冰淇淋。我觉得这个有点难带，我带反吗？没有，味道很尴尬。还有一个声东击西，第一个就是哈根达斯。比珊珊的心机，听他撕那个声音，其实也听得出来。撕开那个感觉是很贵的包装。伸出你们的右手，往前。我现在不敢开口。它是不是属于那种比较奶一点点的感觉？还好吃哎，刷刷的蛮好吃。我闻到我根本吃不出来，觉得它母味还不够，它好像是奶味比较重一点。你这样觉得吗？没有那种苦。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哈根达斯，可是我觉得蛮香的。完蛋，香料吧。喝水哦，我们要喝水。对，我好像盲人哦，我们就是盲人。贵的东西是有点雷达的，刚刚没有下钱的声音，对，找钱的，听听。会不会三个我吃起来都一样？会哦，这个融的很快哦，它双麒麟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有哈味吗？哈味比较重，我喜欢这个，是哈根达斯吧？工作人员对我很好，要给我很大口，你的是小口，给你吃。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。这个好吃，我喜欢这个，这是二号对不对？我要记起来。三个喽，来吧，谢谢。工作人二号，你笑屁呀、啊？谢谢哥，大家突然道谢，是另外一个味道，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等一下，工作人员二号在偷吃，逮捕他，偷吃。哎、欸，可是我觉得好甜哦、喔，就像是粉泡出来的感觉吗？就他跟大家偷笑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是粉泡的。我觉得它有点高贵，这好甜。列入哈根达斯的考虑名单，好像有钱的味道哎、欸。我知道你嘴巴是那个。我刚没对准，超巧超歪，都怪你跟我讲话。对，我觉得哈根达斯。但好像让我们就是吃到饱火锅之后，好像在吃那哇那种感觉。对。现在排名是312。312。我本身最喜欢3，目前为止。我眼周很痛，你知道吗？奇怪的东西，这个好廉价，这很 cheap 哎、欸，冰沙吧？它一定不是哈根达斯，那个水加很多，会不会是工作人员自己做的？一般的冰淇淋是很绵密的那种，它这个就是真的是冰沙，这不好吃哎、欸，我讲不出来。它会不会是哈根达斯说它不好吃？有点像妈妈做出来的那种味道。我刚刚说不好吃，你说妈妈做的，小吴发生不起。因为我目前我的贵族嘴，一根它好难选，现在紧紧握着水跟汤匙，它握超紧。二号好好吃哦，我觉得三号是哈根达斯，但是我最喜欢二号。会不会反过来就是二号哈根达斯？那我就 say sorry。我最喜欢三号，而且我觉得三号就是哈根达斯。你们最喜欢哪一个？要一起讲吗？二号。啊、有一点点沙沙，不会太沙，但是茶味还是够。二号的茶味是最重的，我比较喜欢。等一下，没有人管四号的感受。哦妈！哎，他眼妆全花，全花哎、欸，睫毛膏不用买。现在顺序是乱的，对不对？乱的。我最觉得他是二号。为什么？闭眼就是等，闭眼就是。闭眼就是。闭眼就是。不是二号。不是假的。我怎么觉得他奶奶的？一号吧。完蛋了啦。格力高的。我一我爱的是他的四号。我们一致认为三号是哈根达斯，富贵嘴，对，那我贵族嘴，富贵嘴什么东西啊？拿托比，你先，因为唯一持的相反意见是在一号跟二号，他认为明智才是一号，是的，全家才是他的最爱，工作人员，哈根达斯对吗？对，耶、yeah! ，那这个呢？一号跟二号，这个是一号，耶、yeah! yeah! ，刚悠悠说二号茶味很重，我分得出来，最爱茶味，所以其实你最喜欢的是明智的，是哦。它的茶味跟其他味道完全不一样，非常的绵密，是真的是真材实料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的抹茶冰淇淋盲测大评比，喜欢哪一个口感呢？如果说你喜欢四号的话，我们也是尊重啦。喜欢我的话呢，记得在影片下方按赞、留言还有分享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这真的是二号抹茶冰淇淋，不是。我们是抹茶。好，谢谢王美小吴。我是耀，我是圆。哦，我们怎么样？
傻眼。One more time. Okay.